基本上拿出来很多人都尖叫。呀呀！今天掏出来了，我知道他，我知道我掏出来这两颗应该是回不去的。掐几秒？我没有人尖叫，真是。<笑>好了，传过去看就知道了。来，几辆这边，几辆这边。来，瑞祥大人先换。来，帮带大人传过去。 哎哎哎哎！这里看一下，这里拍一下。掐几秒？掐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动来动去照不到。这果是金刚力。金刚力是尖尖的。这个是小小，反正这是格斗科的植物之一。好的，这个，嘿，就是它。啊。这个就是它。这山上的多可怕。嘿嘿，那是另外一个话题。 好，爷爷要种树，用什么树最好种？除了他自己种的杜英之外，原生的树最好种。原生的这些可可植物，这些科叫短尾叶石栎，名字很长。重点是这些树是爷爷种的吗？不是，这是老天爷种的。老天爷为什么要种这个？不是用杜英种，因为杜英拿去种香菇，那个椴木香菇顶多用三年，这个砍下去之后。 可以用杜英，一样的功，可是这个可以用很久，所以当然砍就够了。然后爷爷很舍不得砍，一次砍个两颗。我们正好他去的那天早上，他砍两颗，所以就有请杨梅姐。嘿，这颗正好杨梅姐的腰那么粗，然后我才还好出门，我有讲先讲完爷爷的故事，不然的话大家现场可能会围围殴我，吸引他。好。 下一张，然后这一张呢，就是他被砍掉了第二棵的上半部，叶子都在我掉。然后有请我们的伊甸的那个，那叫做督察，督察大人当人心理医生。爷爷那边还有好一些。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个？这个植物是我在设想，我们想办法爷爷能不能不要砍树，可是能够产生经济收益的东西。好。 收购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一棵树，一年掉下来上万颗啊！眼睛突然亮起来。对啊，上万颗。翻台，不要那么贪婪。不是，原住民不晓得，不知道，没有那回事。好，然后呢？我今年除了弄这个，我还弄另外一个东西啊，我忘了带，叫做显人，它的样子就像一颗黑色的、哦、圆圆扁扁的黑色的那个围棋棋子。 这个正好介绍我们今年的努力，我们设法看能不能采这个，或是加工，简单的加工怎么做都设计好了。可是今年几乎没有长，今年雪人开花的时候下大雨，几乎不开花，几乎没有结果。好，短尾叶石栎呢？乌来今年几乎开花的时候全部都被打落，所以今年几乎都没有长。 所以我们想要帮爷爷弄这一支银金莲，明年再来弄。好，这是我们努力的事情之一。嘿，好，这是我们努力的事情之一。好，哎，我们讲得太沉闷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，顺便好好看一下那两亿。哎，好，来姐姐，我们要把那个是什么东西写在黑板上？短尾叶石。 那个名字不太重要，而是你只要记得。好，我先写，因为我只是想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拉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蝌蚪科的植物。蝌蚪，就是后面有盖子的那个叫蝌蚪科。蝌蚪科。蝌蚪科的植物。 只要蝌蚪科的植物都可以这样子，都有长这东西，只是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大部分都长出来，大家都会尖叫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叫做短尾叶石栎。好，我们中场休息，不然的话一直。 礼拜五大暴龙老师的那个是整天。
间，但是你可以分段。嗯，你可以分段，早上在土城待要吐，那个讲在公示。短尾叶实力还有他的兄弟叫做大叶实力。跟大家讲讲，你会更尖叫。它不是长一颗哦，它长的样子像葡萄，一串，一串葡萄，哇，真的是会冲过去。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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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都没长。可是我在相簿里头有今年那个，就是花博珍宴馆的那个什么设计师周啊，然后外面超级市集有一个，就是他就是做种子的，我知道啊、你知道那个雪藤吗？这样子扁扁一个一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们要设法让爷爷可以弄。对啊，那比香菇好好那个。哦，问题是，好，先休息一下，喘一下。老师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是怎么？这北京来的啊？那这是干嘛的？这可以吃吗？那这个是怎么样？好，来，我要介绍一下。第一个是这个是这样的装饰品，所以很多人直接是拿去当手机吊饰，或者干什么的，或者是吊耳。这个也可以吃，他的亲戚可以吃，不是只这一个。他的亲戚我们吃最多的呢，就是糖炒栗子。栗子。我们吃的栗子就是他的亲戚，很好吃。就糖炒栗子。嘿，所以它本身是不吃的，像栗子本身是不能吃的，它这个可以吃啊，还是可以吃，可以吃，这可以吃，只是说我们好吃的是糖炒栗子那个板栗，嘿，了解。那它这个光作为艺品的产值就很高。我第一次看到哎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在哪里？